我们讲了四样了哈，财富、名分、家眷，还有什么生命。那么这些呢，都不是我们能够怎样依靠的。但是我们平常其实我们习惯依靠这几样，是不是？啊，尤其我们的生命，第一个我们依靠就是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是我们的什么家庭。好，那当然为了这家庭，所以我们要去赚钱。好，那在赚钱的过程当中，还是有名分地位的问题，升迁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啊，就算做生意，也希望组织工会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当个理事啊、理事长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都也是还是难免。那这些呢，其实都还是属于什么世间法。啊，这些当我们在顺境当中还好，但是如果在逆境当中呢，我们就会觉得很挫败，是不是？身体健康还好，年纪大了衰老了，甚至突然间又这个得了什么病，尤其现在的癌症非常的多，是不是？啊，一旦得了什么癌症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生命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微脆啊？啊，所以我们说，哎，所谓的医生，医生只有医生而没办法医死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生之命他可以医。啊，当你没有生机的话，也没办法医。所以佛法可以医死，啊，专谈生死，因为中国人很忌讳谈生死啊，谈死亡的事情，会觉得哦，一谈好像马上就会跑出了，就会出现。那其实佛法，佛陀告诉我们，佛陀就说他为一大事因缘而化现在这个世间。为什么大事因缘啊？就是生死的大事因缘，让我们及早有生之年也要面对死亡这样子的一件事情，那么才可能说啊，不只是有生命有限的这个生命这一期而已，我们要知道来龙去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知道过去，我们也比较落实在现在，我们要知道未来，我们也才愿意怎样在当下耕耘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生命其实不管它的长短，长短倒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啊。那么有的人虽然比较短一点，但是他是有意义的、有价值的，那么也是还是值得的哈。所以我常举例说，像健康幼稚园娃娃车的那个老师，是不是？哎，讲到这个，大家印象都会很深刻。他虽然也很年轻，但是他为了救很多的小孩子，啊，他一条生命可以换很多条生命，那是有意义的，是有价值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生命倒不是在乎它的长短。但是我们的所有的人，只要有，就是说从生的那一刹那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步向什么死亡这条路，有没有人能免啊？啊，贵为王公贵族啊，甚至贩夫走卒，这方面是不是都非常平等啊？非常的平等啊，每个人都有生命的问题要去面对啊。那之外呢，就是我们的国家啊，一个国家它的政治如何，是不是也是起起伏伏的 啊乃至于说一个国家在国际上面的那个国际地位，它也是会有起伏的啊。但是呢，不管它的国际地位如何，它的政治状况如何，我们是这个国家的百姓，我们还是认定这个国家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也是只能说，哎，随缘而已啊！啊，当然我们会希望这个国家更好，那么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尽一份的义务跟责任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国家不见得一定如我们所愿的啊，它的国际地位是崇高的啊，或者它的政治一定是和平的啊，是这个一直都在太平盛世里头，我们能不能依靠这样子啊？没有办法啊，也是会有什么会有起伏的啊。那么这个第六项呢，就是气界成复毁，有没有？国家治还乱了，国家的政治它是不是也是有起伏的啊？那气界成复毁是什么意思呢？整个山河大地叫做我们的气界啊，
山河大地合成目前的状况是不是也是千百万万年这样子合过来的？但是我们会以为说山河大地是固定不动的，其实一个九二一大地震是不是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啊？啊，国土为脆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本来不会觉得国土如此的为脆，啊，整个山河大地是这么样子的脆弱，然后我们发现哦，原来山河大地它也是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变动，所以它从成住坏空，所有的器械、所有的器物啊，是不是都要经过成住坏空啊？好，成也就是我们讲因缘法，它合合的一股力量。它当它因缘合合的时候呢，它出现了，是一份的成。它注视一段时间，啊，所谓的注呢，就是它让我们使用一段时间，成了之后用了一段时间，之后它又慢慢的怎样衰败，啊，又会衰败，然后呢，最终就还是怎样又消失了，成住坏空。所有任何形成出来的任何的东西，属于物质体的部分，都避免不了。那么有情众生的话，我们就说是叫做生老病死嘛。器械不能讲它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情众生也都会经过什么生老病死，也就是整个生灭的过程，也就是原生原灭的过程。啊，这个都是无法避免的。好，所以纵然是山河大地，它成了之后呢，终究它还是会怎样？会毁坏，会毁败掉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是不是我们能够依靠？也没办法，好，也没有办法。好，纵然说啊，我们觉得说这个国家，我们的这种信任度不够，我们也很想移民到某一个国家去，但是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山河大地永远不变吧。是不是还是会变啊？而且就算我们移民出去哈，只要任何有关台湾的消息，我们是不是就会耳朵都会竖得比较直一点啊？啊，因为在台湾还是有我们的一份什么牵系的作用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长在这里，我们的亲戚朋友在这里，我们的童年在这里，我们的很多的根在这里，纵然哦，我们移民到国外去，是不是还是惦记着这个地方？好，所以呢，说实在，我们很难，所谓的因缘法，它不能脱离的，无法脱离。所以常讲说，哎，如果说我们很讨厌这个世间，我们就想要离群所居，住到深山里头躲起来，好像跟世间的人都断绝关系，有没有可能断绝关系啊？也不可能，我们不会说不穿任何一件衣服上山去吧，对不对？穿的衣服是不是跟众生有关系啊？我们不会不带任何的东西上去啊，我们不会不呼吸啊，所有的空气它是不是也都是流动的、啊、哎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子哈。那么万一哪一天在家庭里头实在也很想离家出走，暂时可以离开跳脱一下，但是终究还是得回去，只能暂时的离开啊，只能暂时脱离哈。所有的因缘法是可以暂时说啊，我万缘放下，我去打个佛七，打个禅七，我万缘放下，我出国一段时间，那是可能的，那个都很短暂哦。而且那种短暂，说实在，严格的讲起来，其实我们都还是心心念念着，尤其出国。到哪个国家赶快电话拿起来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啊，骤然去打个禅期佛期也是哦，还是要打电话，还是想要听听那个家里的声音，是不是？那真的要能够放下是不容易的啊。所以说实在，所有的因缘法它没有办法绝对的脱离，只能尽量偶尔我们要练习着放下啊。那么就算说离家出走，原则上我还是鼓励的，时间短暂的，甚至寺院可以提供，寺院可以提供各位离家出走的一个去处，因为去那里不会学坏，没有后遗症。不过有人想说，哎，万一出家去怎么办？哎，这样子对家里还有点威胁，对吧？但是我绝对不鼓励人家出家哈、哦。
绝对不会说因为你离家出走所以你干脆出家，不是，而是让你想得更清楚，也是要脱离现场啊，对吧？啊，脱离现场之后会比较超然一点，会比较想得清楚一点，终究还是要回到什么家庭去面对家庭问题，解决家庭问题。但是那个时候的再回去的时候是充电过后的，是不是？是比较强化的一颗心回去的，不是那么样脆弱的一颗心回去，不是。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偶尔也要有抽离的能力，啊，要有抽离的能力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世间的这些财富、名分啊、家庭啊。啊，我们的身体、生命的问题，乃至于我们的所依靠的国家，我们所依靠的这个地球上面的山河大地，我们一直想要去依靠，但是实际上，它是不是都还是沉住坏空？我们的生命还是生老病死，是不是还是变动的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世间的这些呢，我们只能随缘，而不能依赖它。啊，我们所谓的随缘，就是我们可以随着它高低起伏，没有关系，而不是去拒绝它，或者去，我们往往是因为不接受它的起伏，我们一直希望它是长久的、恒长的、不变的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啊，所以呢，世间的这六大样呢，也有让我们感觉到舒适的，对不对？钱财富也会让我们有点快乐的成分在，啊，我们的家庭也会让我们有快乐的成分，啊，我们的名分地位啊也会让我们哎稍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有高低起伏，年轻力壮很健康的时候，啊，也是有它快乐的部分，啊，那么国家也有国家它盛世的时候，啊。那么山河大地也有它这个湖光山色很美丽的时候，但是说实在这些呢都还不是我们能够依靠的，因为脱离不了所谓的成住坏空，脱离不了生老病死，这是脱离不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人的部分，这个是我们熟悉的人道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所谓的外道呢，就是在人道之外，人道之外。那么什么叫人道之外呢？那么在十法界这个表啊，十法界这个表有个人道，对不对？刚才讲的世间诸可乐是不是都在人道里面啊？是我们熟悉的哈，啊。好，人道之外呢，鬼神好凶杀啊，欲天成诸乐诸欲啊，毒凡依慢住亦非归处，啊，这个鬼神好凶杀哈。所谓的鬼神，其实佛教并不是无神论，有没有神啊？有，只是我们不依赖他，啊，也不去拜托他，也不去要求他。那么一般神教来讲的话呢，会比较依赖，因为我们当人所为有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希望有一个更高明的神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困境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会想要去依赖神力啊，帮助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子一步登天啊，能不能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转机，那么往往会有一份的依赖跟要求啊，乃至不惜一切跟他谈条件，是不是？黑心啊，黑弯，难免都还是有交换的这种意味在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就讲，如果从十法界这样的一个表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所谓的六凡之内，哈，啊，为什么沦为六凡呢？就一念的迷啊，为什么迷啊？因为执着的关系，就因为自信妄执，使我们沉迷在世间法当中。那么这六凡是不是还是包括天道啊？包括神道哦，啊，包括神道。只是说，哎，天道的天人福报比我们大，能力确实比我们高，啊，问题就是，只要在六道之内呢，贪嗔痴的心其实都没有办法断除，啊，那么所谓的四圣就是专门针对我们贪嗔痴的心，
啊，针对我们执着的心去下功夫，才有机会怎样跳脱出来嘛。啊，那么就会透过什么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乃至到成佛，是不是叫做四圣？啊，那以鬼神来讲的话呢，嗯，因为我们人道其实已经蛮上面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不会去依赖下面的，啊，下面的什么三恶道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道，我们会不会去想要依赖他们呢？不会，因为他们的那个福报也比我们差，福报不一定，不完全一定比我们差，智慧比我们差，才沦为三恶道，对不对？他的智慧不及人，啊，我们说如果动物这个什么表演，马戏团表演，那个畜生只要有一点点的能力的话，哇，大家就观看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说他会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了，都可以变成动物明星。但是在人道说会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呢，那就太稀松平常啊。对，不会数的才奇怪啊。以人道来讲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所以我们当然要去医护的，寻找的医护应该要是什么？比我们智慧高的嘛，是不是？不一定，一定是福报比较大的哦。所谓的福报各有大小，其实三恶道的众生有没有福报大的？还是有，还是有，啊，只是这样的福报其实是不可依赖的哈。所以呢，这里的鬼神来讲的话哈，它等于是神，当然就属于天道的，但是还有那种鬼道的，就是它是比较不是那么要明显，像天龙八部之类的，它是悠游于这种人天人跟阿修罗之间的啦，啊，天人阿修罗间的，还有像恶鬼道的鬼道，它本身都还些许有一点神通，所以有当时人讲去问明白啊，有没有去问名牌，会去问什么阴的神、阴的鬼，他们也有一点点神通哦，但是去问他们的话，其实他们也不是白给你的。哦，也是要谈点条件啊！哦，你为我你来拜托我，我给你一点好处。哎，不要讲这些鬼神，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习性啊？哦，有时候要官说啦什么的之类的，是不是也要有点条件啊？不然平白无故叫人家去帮你做什么事情，啊，哦，世俗法来讲的话，难免都是条件的交换。人尚且都要条件交换，何况鬼神？他也要条件的交换哦，啊，变成说你要去黑官，黑到什么程度他满意，是不是？啊，甚至听说这个问名牌，问到说他不要你的钱，他要你太太，都有可能。那就变成说，那是我们人只在起颠倒啊，对不对？一味的只想爱钱。说实在，有一句话就很简单，说人两卡钱四卡，你两卡先入都入不着。真的追不上钱的，要怎样追啊？其实不用追了，就是修福报就够了。修福报是最重要的，不见得是一定要赚那个钱哈，哦。真的就是修福报。所以我以前也常讲一个例子说，有的人他真的辛苦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定存了一笔钱，之后以前利息比较高，他就每个月就是去领利息出来用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他的生活费用，他就这样用一辈子，用到死哈，啊，他不敢用到本金的部分呢。对，他觉得用到本金好像可以卡得他的那个老本，哎，气嘎气啊！好，所以他只敢用利息的部分。等到他一气不来了，死了以后，本金给谁用啊？给有福报的人用。就是给有福报的人用啊，不一定是赚这个钱的人，不是存钱的人，是有福报的人啊，其实是有福报的人在用，哎，所以我们不要傻着一直说非得赚钱吧，其实好，修福报是非常重要的，修福报真的很重要啊，广结善缘，多修福报啊，尤其当我们出家之后，更是体会到这个部分。因为我们出家之后不会说哦，就追着一定要怎样赚钱，但是当我们真的修一点福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
有什么样困难，哎，正好就有某些贵人出现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。啊，真的修福报哈，是最可贵的，是真的是最可贵的哈。好，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鬼神，他就是属于这种神道鬼道之间的，他有神通的能力的，他的能力呢确实是超乎我们人类的想象，但是呢他却怎样呢，还是好凶杀的。因为他能力强的话，那么他一念的善他也可以造福很多的人，但是一念的恶是不是他也是殃及很多众生啊。啊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这种贪嗔痴的心很不容易折服的，哦，很不容易，所以难免还是他们在鬼神之间也是会不会也是会比来比去的，哦，人到我们人比人也会气死人，是不是啊？那鬼神之间他们也会比来比去啊，那他们的比来比去，因为他们的能力有时候比我们就是说是有神通的这个部分呢，他也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那边竞争斗争着哈，所以他呢还是属于那种好凶杀类的众生啊。那么这样子的鬼神道我们也不能去依附嘛。还有呢，欲天啊，沉染于什么诸欲，所以所谓的欲天呢就是在欲界里头的比较低一点的这个部分。地居天还有什么空居天，是属于欲界天，欲天再上去就属于什么色界天，再上去属于无色界天啊，它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哈，程度不一样。好，欲天来讲的话呢跟我们比较接近，因为我们也同样都在欲界里面，是不是啊？而且欲界天呢它 不需要它不用透过禅定，一个呢要守戒，能不能到天道去哈，能不能在人道，很重要的就是守戒才不会往下堕。为什么会往下堕？戒不守戒的话，所谓的不守戒就是在贪嗔痴方面非常的这个放纵，那么就会造很多的什么恶业，在身口意三业呢不懂得要能够这个看守着自己啊，随着自己随性所致，那么去破坏了很多的众生之后呢，那么而堕落在什么三恶道里面啊。所以要在三善道，那么起码都要有守戒的能的基础啊。所以欲界天它本身呢就是守戒之外，那么它修很多的福报。那在智慧上面呢，说实在呢，如果像我们人有智慧的话，就不一定要到天道去，就不想到天道，因为他福报很大，反而很难修行，啊，很难修行哈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到欲天哈，他又沉染在这个欲界里头，啊，就像我们欲界的众生一样，啊，在物质上，在男女之欲上呢，那么追求不断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那么也不是我们要去的。那么在网上。会有一个毒凡，啊，往上，所谓的毒凡呢，就是在初禅天，在初禅，啊，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本里面哈，啊，的第十一页哈，啊，在欲界天还有毒凡这里有没有？在第十页哈，啊，欲界天。第十页的第四行这里哈，他说这六天，这个欲天就是包括了什么？四天王天嘛哈，第三行那里有没有？统摄着八部鬼神的四天王天，还有刀立天，还有夜魔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个都是属于欲界的。他同样有物质的贪欲，有男女的淫欲，所以还是称为什么？欲界、欲天呐，啊。这些并没有比我们人道高明啊，所以我们不会想要到什么这个欲界天去啊。所以就像那个玉皇大帝啊，像那个刀立天的释提桓音第四天呢啊，第四天他就类似像玉皇大帝一般，所以这个欲天不是我们要去的。那么再往上就是什么毒凡，毒凡
好，所以读凡呢，在第十页的倒数第一行有没有读凡？那么就是欲界天以上叫做色界天，好，这样子这个色界天呢，它是要有禅定的功夫。好，我们到了这个读凡天，也就是在什么色界天，它比欲天还要高一层。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读凡来讲的话，它是需要有禅定的功夫的，好，因为它已经属于什么初禅天了。那么这里就会讲到，在第十一页的第二行这里哈，他说大梵天呢就如同什么独一无二的帝王，所以叫做什么独梵。那么梵天呢，他很清净的，他是没有淫欲的，他也不会再去贪恋什么世俗的物欲啊。于是呢，在德行方面呢，他是慈悲博爱的，是算是很高尚的，所以在一般的宗教当中算是什么佼佼者。那么根据佛经来讲哈，在大梵天要出现以前呢，也还没有这些欲界，地球还没形成，也等于说大梵天它比较早有。等到大梵天它享有天地的时候，正好欲界呢慢慢的凝成形成了，啊，想要有人的时候呢，那么在这个地球上面呢，也人恰巧也在这个时候出现。但是由于大梵天呢，他的心是依着娇慢而住。为什么依着娇慢而住呢？说实在哈，在欲界里头，我们的重点会比较在我们的前六识上面。我们说，到了初禅天，如何能够到初禅天？其实是我们的前六识哈，已经获得一个程度的节制啊，啊，像我们说所谓修禅定啊。不仅修禅定，他还入定了，入到什么初禅。那么一旦入定的时候，所谓的这个第六意识它本身呢是得到一个程度的调伏。但是我们说第六意识，当然当前六意识得到一些的调伏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七意识会怎样？会上扬。就好比说我们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，如果是放纵的话，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能力会比较低还比较高啊？比较低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到卡拉 OK 的地方，又看电视，又唱歌，又跳舞，又搂，又抱，又什么，又什么那个什么吃什么药啊之类的，有没有？他是不是眼耳鼻舌身的意识很强烈，于是第六意识的能力就变得很低。如果要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能力很高，那怎么办？前五识是不是应该要怎样降低啊？所以当我们要思考，要写文章啊，要考试了，是不是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啊，让我们的前五识能够降低，我们的第六意识就自然会怎样会提升啊。那么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初禅来讲的话，等于它是离欲了啊，离欲喜乐嘛。他为什么能够离欲喜乐？其实是透过禅定的能力哦，啊，所以等于说我们的前六识的能力怎样，把它臣服下来，变得很单纯的状况，第七意识的能力是不是会提升啊？第七意识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慢心？第七意识有四个根本烦恼啊，啊，叫做贪吃我见慢相随，贪心，他没有嗔恨的心哈，愚痴。愚痴是一直都，其实我们都很愚痴的哈，在欲界里头，第六意识什么烦恼都有，但是第七意识呢，来讲的话，他没有嗔恨的烦恼，但是他愚痴、贪心，还有呢就是慢心，很严重。我们的我见本来就是很严重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我如何，我如何。那种我见对自己的保护，那个是真的与生俱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在第七意识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吃我见慢相随。好，如果看过第八识规矩颂，也可以知道，这里面最严重的就是一个慢心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的慢心是随时都在起的，你不去思考它，它也在起，是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它本身就有的，这个就是属于习性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高官厚禄的时候，我们不是
不是嫉妒就是羡慕，不是羡慕就是嫉妒，羡慕还好，嫉妒他，然后就想要把他搬下来，是不是？哦，没看没然后见不得人的好，其实也是慢心，对不对？看到别人实在很了不起，也觉得别人没什么了不起，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，也会觉得别人也没什么了，也会悲慢啊、哦。所以，更何况当我们的这种透过禅定能力降服我们的前六识的时候，第七意识自然它是会怎样？会高张的啊、哦。所以，毒烦它本身会有什么傲慢的问题？啊，会有傲慢上面的问题，于是呢，他因为傲慢就会引起一些什么狂谬的执见，以为天地是由他创造，以为天地是他创造的。因为前面讲到他的形成比较早，我们的这个地球比较晚，啊，正好他在想说，哎，最好能够，他这里就讲到说，还没有那个，当他想哈、啊，当他想要有这个什么土地，想要有成名的时候，他就逐渐就在他想的时候慢慢形成。为什么会形成出地球啦、啊，跟地球上面的人呢、啊？他是不是因缘的汇合啊？还是因缘的合合哦？因缘合合出地球来。然后这个地球刚开始没有人，它刚开始有其他的生物，然后之后才有人哦。我们就想，哎，这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说实在很难去追哈，因为我们的科学这方面还没有办法去追说，哎，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以佛法来看哈，是怎么来呢？因为整个宇宙是不是有无限的生命啊？都充满了六道，其中有人道。那我们就会觉得奇怪，以早期的地球人很少啊，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但是将来也会怎样，慢慢的少啊，因为它逐渐不适合居住，它的能源用完了嘛，地球是不是也会沉住坏空啊？好，它形成也要好几千千万万年，好几亿万年的那个形成之后，它可以注视一段，在注视的这段它也不是固定不动的，但是在早期来讲的话，它的能源比较充足，是不是？慢慢慢慢它也会消耗啊，会沉住然后坏空。我们现在等于是在住到坏的这个过程，所以人类也是如此。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呢？我说是硬来硬去，从别的世界硬到这里来，然后我们这个世界将来这些众生也会硬到别的世界去呢。我不知道国语那个越来越可以怎么说，易来易去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无始的生命嘛，我们并不是有这个地球才开始有生命啊，不是啊，我们都很可能是曾经在别的星球、别的世界啦。以佛教就说是很多很多的世界嘛，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这个都是属于净土的世界，也有秽土的世界，有佛法的世界，有没有佛法的世界，是不是？有各种不同的世界，不是只有人，不是只有地球才有人呢。但是因为我们地球，我们目前地球上面的人的这个科学的能力，所能够探索的星球有限，是不是？现在探到火星有水已经是很了不起了，确定它上面是有水的，它适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我们还是透过人的这种科学仪器去探测，但是我们很难去探测很远的星球。我们可以知道很远有星球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那星球上面的那个状况。但是以我们的生命来讲的话，因为当我们人死掉的这种属于意识的部分哈、啊，就会变成说它到底会到哪个世界，就是我们跟哪个世界有缘呢、啊？自然而然的形成，我们不是只有在地球啊，所以以佛教徒也很多人说，哦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就有可能就咻着就起啊，对吧？那每个地方它形成的生命的那个因缘是不一样的，但是都离不开所谓的什么缘生缘灭，离不开缘生缘灭。成住坏空也在讲缘生缘灭，生老病死是不是一样在讲缘生缘灭啊？它同样都是在讲缘生缘灭的、哦。好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哎，当这个毒梵天它比较早形成，地球比较晚形成
啊，当他想到说，哎，能够希望有天地，希望有臣民，正好那个时候地球在慢慢的形成，哎，也刚开始有人。那因为毒贩他本身他的慢心很重，他就会认为这个是他造出来的。实际上是不是他创造出来的？不是，是因缘和合出来的。所谓的毒梵天是谁创造出来的？是不是也因缘和合出来啊？也是因缘和合出来的、哦、毒梵也有毒梵天，不就梵天有梵天的天人啊，他梵天里头也有梵天王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每一个团体是不是也都有一个 leader 啊，都会有个首领嘛，啊，在我们的这我们所理解的人的这个世界里面，是不是只要一个 group 里头，其实都会有个 leader 的出现嘛？啊，他怎么出现的？谁指定的吗？谁指派的吗？他也是自然形成的，是不是自然形成的？哎，他自然哎，这里面就有一群人，他某一些人哎，他就特别热心。啊、哦，特别给保险哎，哎，他就很给，所以那给保险是很重要的，的因素之一呢，他才会变 leader。他如果独善其身的，他才不要去当那个 leader， 是不是？嗯，他往往不仅他稍微有比较有点能力，他还甚至他是很愿意服务大众的。你看那些政治人物哈、哦，都是很热心公益的，才会变政治人物啊。不热心公务的公益的人，他不会去竞选啊。对吧？他比较外向的、哦、比较愿意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政治人物他会刚开始，其实我常会觉得他们的发心其实都很好，都很愿意为这块土地尽一些心力，对不对？但是难免当我有权势的时候，我的杂染的心又出现了啊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块土地能变更，那当然变到我们自己人的名下，怎么会变到别人名下去？那是我们自私的杂染性所染嘛，我们想到的还是先想自己，比较不会去想到别人，结果就越搅越陷越深，因为没有佛法来帮助我们提升。所以真的真的，如果是一个好的政治家，他如果有佛法，就是所谓的人王治世嘛，对不对？他真的是为百姓谋福利的话，他就是菩萨，他才是真的一位菩萨。所以真正的那种政治家，好的政治家，他可以说两袖清风。当他往生的时候，当他过世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政治家他本身两袖清风，你看他所获得人民的尊崇是不是更高的、啊、那才是更高的。你会发现他不是为他自己呢，他真的是为，确实也出过这样的政治家，对不对？其他我们都说只是政客而已、啊，充其量只是政客，不是政治家。所谓的政治家，就是他真的两袖清风的，他不会因为他涉足在政治上面，他真的权名分地位财富这些其实都有啊，但是他可以不要，他真的为百姓在谋福利，这样子其实那就真的就是在行菩萨道。好，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要讲的这个，就是讲到说难，因为他有慢心的时候，他就会以为说哦，这个天地是他创造的。再一方面，因为他的生命比较长啊、哦、我们以前也讲过嘛，这个天道的那个特质是什么？身胜寿亦胜嘛，对不对？乐胜定亦胜，对不对？他的寿命非常的长，他这个一长呢可以长个几千万年，但是不管他怎么长，他还终究有极限的、哦。为什么有极限？因为只要没有消除我们的自信妄执，只要有所执着，只要有色身肉体的形成，就算他们的这个色身肉体是不像我们这么样的沉重，但是毕竟还是有他的成，也就是他的生，就会有老病死接着下来，他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，只是他把它拉得很长，拉得很长，对我们这个地球有限的生命的人类来看待，我们就会觉得哇，它好长好长，长到我们以为它永生，其实它是不是真的永生？没有，因为自信妄执这个部分不去解决的话，那是还是有生的，有生有灭嘛，对不对？
所以我们说声闻，四圣里面的声闻，就是因为听闻佛法针对自性妄执的那个我执，在我无我里头下功夫，那才可能不受后有。哎，是透过智慧的，啊，而不是只有透过我们的本性贪嗔痴慢疑，啊，这些恶见呢，这样的一个本性，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们生死的问题哦，啊，所以这里就讲到哈，他说，以为天地是由他创造出来，人类是由他生出来的。那因为他生存的时间比较长，他可以长到一劫半，一劫里头就有1680万年，所以他几乎可以，他的生命可以2000多万年。于是呢，他就跟他的臣民宣说自己是常住不变，无始无终，啊，我就是永恒，是不是？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什么？其实这个我本身，他是不是也充满了那个慢呢？才会一直是我的。以佛法来看待，真正有修养的人是无我的，啊，反而是无我，也唯有透过无我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的烦恼问题哦，啊，所以这里就讲到哈，那么像印度也有大梵天啊，跟基督教的这种耶和华啦这些呢，他们大概都是比较属于所谓的梵天哈，就是不是欲界天，他比欲界天还要再高上去，所以他本身要有禅定的能力哦，还是要有禅定的能力啊。所以梵王的这种进行呢，他是可以克制什么世俗的情欲，那么与慈爱的精神啊，远可赞叹。但是可惜怎样，狂慢的邪说奴是一切，有没有？奴是一切，他会觉得我主宰这一切，你是我们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是不是？你们是我的羊儿，我是一个牧羊人，就会有高下的那个差距了，啊，所以他会变成什么奴氏，因为有高下，会成为什么信我者生，不信我者怎样灭亡的这种大独裁者。所以这个大独裁也会来自于我们的什么慢心啊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到一神教，好，所以他这种都叫做一神教，因为唯有他最独大嘛。我们中国人倒是比较多神教，对，不止玉皇大帝一大堆哦，中国人比较属于呢还在欲界天里面的神啊。尤其我们说中国人很喜欢那个，我们小时候如果看一些什么武侠小说，都是跑到深山里面，跑到很哈、啊，跑到那种高山，然后去求神，去怎么学仙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对神仙也是充满了好奇，也很想学，所以那个都属于什么地居天而已啊，地居天，因为我们的御天里面有地居天，是不是？还有空居天，地居天它就是依高山而住。在高山上真的确实有那种属于神仙之类的，但是它是层次比较低一点的，就像那个四天王天啊、刀立天，这些其实都还是属于什么地居天啊。之后呢才空居天，它腾空了上去了啊。那属于一神教的呢，都还是脱离了什么，脱离了欲界之上啊。那么但是呢，这里讲到说像一神教的邪毒会泛滥世界，成为罪恶的什么一大根源啊。那么当然这里讲到主要还是因为他的那种夸大狂增上慢的问题啊。啊，就算你是一个神格，但是都还难免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哦，所以他还是怎样流转生死苦海的哦，的大梵王啊，或者这个耶和华，凭什么说创造万有？其实是不是由他来创造万有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也不是佛陀来创造万有啊，佛陀是不是这样讲的？不是，啊，不是佛菩萨来创造这一切，这一切怎么形成啊？原生，
但是也会怎样圆灭，哎，所以呢，如何上天堂，如何下地狱，是不是也是自己所造啊？而不是佛菩萨在做安排，不是佛菩萨在主宰这一切，不是，啊，并且呢，我们的那种慢心真的是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哈，啊，我们的慢心啊，因为它来自于我们的第七意识，它很自然而然，不假思索的呢，很容易升起来的，啊，所以我常讲说，真的，我们看到所谓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哈，他有一个特质就是。都非常的谦卑，谦卑与否哈，他的那种谦虚与否跟修行有很大的关系。那属于那种非不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，哦，他说我才是现在佛，我才是什么真佛，还是我才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我都是我，对不对？那种其实都不足以去。跟他学习是因为他的第七意识本身就怎样，他根本就压制不了，他根本就没办法去对峙啊，对不对？太强调我的人，说实在那个只是他个人的见解，是不是？哦，纵然说哎，真的到了天神都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，何况是我们凡夫哈，哦，所以当然在人里头，我们真的看到真正大师级的人物，他的那份那种谦虚虚怀若谷是他的特质，他的平静，他的那种生命的本质上哈，啊，是非常的平和的，好，啊，而且是很无我的，是很无我的。所以就像我们说印顺导师，他这么多的著作里头看不到他的影子，看不到他个人的喜怒哀乐的影子，除了说啊，《平凡的一生》这本书是在叙述他的一生里，还可以看到哦，他怎么样子成长过来，看得到他的影子之外，几乎你看不到他的影子。所有的无我，他是自然的展现呢。他不会说这个就是我的见解，这个就是我怎么样，我认为如何如何，不是。而印顺导师的不过也就是在帮助我们理解佛陀说的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佛法所传达的它的那个本质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导师的书不是容易看，就是因为他的情绪看不到，他的情绪高低起伏啊。什么书最好看啊？言情小说，对不对？琼瑶那种，可以整夜不睡都可以把它一下子看完，然后跟着他这边高低起伏，在被子里面可以跟着他流眼泪，是不是？那很容易看，那看完就没了。看完哎，觉得这个现实世界是怎样，是有差距的。什么白马王子那些不知道怎么塑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属于高低起伏的反而容易看。这种真的，你说他是那么样子的平和，反而不容易，是因为跟我们的内心世界是有差距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份差距其实我们要学的反而是不是应该是平和的，啊，因为透过平和我们才那个眼光见解才能够豁达，就是因为我们高低起伏，所以目光如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那边情绪起伏的时候，我们简直不知道，就像井底之蛙一样被框住了，被束缚住了，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啊。好，好，所以这里也讲到哈，梵天以上还有二禅天、三禅、四禅天，光是梵天也只是初禅天而已，都已经会有这些问题了哈。那当然，你说四禅天之外，是不是还有五色界天啊？对不对？如果透过我们的这个十法界的表，是不是就很清楚？啊，那跟人类就接触就非常的少了，啊。所以呢，这里也有讲到说，一般的宗教，比较低级的宗教就是从鬼神下手的之外，那么除了鬼神之外，就是所谓的多神教，然后呢，再往上就是一神教。但是所谓的一神教哈，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神教，其实跟慢心还是有关系，因为我们都还是有那种。唯一独大的那种心特质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些呢都是不离什么烦恼的，是不出生死的，哦，所以呢都还是怎样，
自救不暇的苦恼众生，都还是属于苦恼众生哦，并不是彻底的解决了自己的苦恼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些呢亦非什么我们人类的皈依之处啊，这样能理解吗？啊，所以这所谓的外道，也就是人道之外，叫做外道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阿弥陀佛。